当时我离游泳池只有37.5公分，半秒钟以后。收看这一期的 vlog， 所以大家先不要在意我后边的这一幅画，就是这些花儿什么的。一会儿杜双南要在这儿来测一下这儿的空气质量。那可能有一些网友有些疑问，就是这期节目难道只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叨叨叨吗？没错，我还没接下来我将分享如何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边减掉30斤。现在我减完了，感觉又瘦了一斤。一会儿准备去看一个展览，是有关 Beatles 的。开始了。10年后的自己，你想对那时候？现在是下午3点，离球赛开始还有4个半小时，但是现在整个这会儿都在。现在是2019年10月12号，昨天是一个里程碑的日子，因为我的体重在10年之内终于下了200斤。今天特意穿了一个很显瘦的衣服，甚至可以看到锁骨，还戴了一个很显瘦的帽子。在30度的天气下，我现在已经快热炸了，很久没有戴过帽子。为什么这么多人炸了，可以了。